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亲爱的大表姐。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六下午，我们现在在徐老板的地界。我今天主要要做我的汗管瘤。汗管瘤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激光。我大概在2019年的冬天，就过年之前做过一次。你原有的汗管瘤做下去之后，还可能会长新的。比如说你原来有20个，做完之后可能回头会再长个6个这种，反正就要一直做，不做就会越长越多。大雪是大雪，皮肤清洁。然后上眼皮也给它处理一下。第一步洁面。我跟你说贼疼，我现在就是紧，它就相当于超皮秒那个头单头的那个刺到你的眼皮上，那是疼，跟深有体会，跟深有体深有体会。现在是第二步拍照，现在要开始敷麻药。做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左右。这争取一次性都给我做了，贼受罪贼疼，嘎嘎的。你上次没有敷麻吗？敷了呀，那也疼。我上次可能是一个是有点太多了，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敷了一层维生素广告，这个打底是为了干嘛？防止过敏，敷麻药是。那会不会影响这个麻药劲儿啊？不会，不会，丝毫不会啊。我意思是，我不过你，如果影响麻药劲儿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擦去。开始给你敷麻了啊！给我多敷点，我特别虚劲。现在已经卸完麻药，感觉眼睛大了。哭了没哭，但是就是疼。不能从一个人摁着我。嗯，杨医生已经开始准备了。给我找一个球啊！这个疼还是超皮秒？超皮秒吧，超皮秒都没敷麻药啊。这个疼还是水光针疼？应该这个吧，水光针疼吗？开始了，疼吗？哦，还好。啊。马上就好啊！再坚持一下，你是最棒的。我现在已经回家了，然后现在这是做完4个小时之后，肿还是有一些肿，但是没有刚才做完的时候那么肿了。刚做完之后麻药劲过了，它有一些那种火烧火燎的疼，疼的脸这都跟着有一些灼热的疼。不过现在已经好了，现在也不疼了。有一些眼睛干，我准备马上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换框的眼镜。 Day two， 现在是做完的第二天早晨。天哪，比昨天肿了很多。我刚才是用了原相机拍，我自己看不下去了，太可怕了，它比昨天肿很多。我可能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我昨天晚上回来吃咸了，喝了好多水，睡觉前就躺在床上还起来喝了2次。第二个就是昨天让我冰敷，我没冰敷，刚刚都感觉有点睁不开了。家里没有冰袋，我上冰箱里看，刚好有汤圆，之前冻在冰箱里的果冻，大小还挺合适。天哪，女人变美可真难，就没有了双眼皮的感觉。Day three， 第三天的早晨6点，感觉特别的肿，尤其是这边这儿都沉，抬不起来。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用洗脸巾蘸清水擦了擦，然后还冰敷了。啊，天哪，太肿了！昨天晚上睡觉浮肿，就觉得眼屎啊糊住了，怎么都睁不开，这儿特别疼，也没敢使劲，就困就睡着了。这是早晨冰敷后的效果，洗脸的时候又拿洗脸巾蘸湿了润了润，别的什么都没敢擦。擦润肤霜的时候，在这儿把这脸蛋子和额头给擦了，头发也没法洗。今天要出去见人，本来想戴个墨镜遮一遮，结果北京今天又下大暴雨，特别的阴天。我已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的把头发梳得服帖一些，显得不是那么油，不是那么乱。我也戴了耳环。好肿啊，为什么会这么肿？我感觉我自己本身也肿了，不光是眼睛肿。Day four， 已经结痂了，太受罪了，我要去洗头了。在北京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，你看，我准备好好去洗个头，因为今天要出差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自己在家搬家，我都没这么干过，开荒来了。结痂了。汗管瘤这个东西吧，就特别的让人耐。我这是第二次做汗管瘤，整个这个过程下来，当时敷了麻药也没有太疼，主要是下皮这个位置比较靠近的位置比较疼，而且这块集中的比较多。做完了之后第二天也没有太大的感觉，就是眼睛比较干涩，你只要注意做冰敷，注意忌口就还好了。有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汗管瘤，可能一直迟疑要不要去做。我觉得看个人的情况，你要是特别在意，数量比较多，非常的影响美观的话，可以去做。反正整个过程大概1个星期
但是也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好了之后，它有一点小坑，可能半年的时间，这个坑才会长平。从外表看已经看不出异样了，摸的时候洗脸硬戳这儿还会有一些疼。我这个做的大概1000多块钱吧，是找的我的好朋友徐老板，在他上班的地儿做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不了解的，也可以私信我，我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解答的。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，愿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不长汗管瘤。嗯，拜拜。叫我 vlog 之王好吗？求你了。